在想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，严肃。本王在想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同样。要不我们今晚就努力一下。这可是在系统里生孩子，这也太恐怖了。我决定，我要实施反复计划。你跑不掉的。苍白，决定不要他的舌头为什么要动摇我？姑娘，爱我，可好？今天我就要吃个够。本王就是你的早膳。菊王小静，好久不见。修文，你是属于我的。 我会一直等着你。现在圣境和其余情势紧张，你怎敢和其余王子交往过甚？一个柳修完也就罢了，还多了一个花应池，你要置本王于何地？系统君，给我那么多欢乐的回忆，又瞬间剥夺了这一切。幸福对我们似乎格外苛刻，只要是他一回头，此生绝不负你。 既然决定在一起，我就一定会陪你走到底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原本只想找到真爱就通关痛处，可他爱上了这个美贵人，到结局的那一天，又能不能放下？相爱之人，哪怕在另一个世界，也一定会认出彼此的。 纯女人，野蛮人。